豌豆尖。虎皮鸡爪。霉豆腐，鱿鱼猪头肉，
今天炒了一个鸭子，这个鸭子放了好多辣椒，特别好吃。选货，先吃个鸭腿。太大了，腌过的鸭肉就是好香。哇，飞油。等一会再啃，我先吃点这个橘。现在要转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吃的有点埋汰，这鸭腿太好吃了。这个酸菜小笋放了点青红辣椒，炒出来特别下饭。嗯，
米饭吃少了，应该再来一点大米饭。